哈，这地板怎么好像永远拖不完啊？真是的，有够不尊重的，真是荒谬！讨厌，怎么擦不掉啊？难以置信！我受够了，我也是。那是什么？好像在问我们需不需要一份工作哎！放手了 ，Betty。哎呀，这条路真该修一下。刚刚锁定我们的目标，他正沿着第五大道走，收到了吗？这里也太安静了吧！哦哦，时机终于到了，谢谢你的帮忙，粉红夹克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好啊，你看我在地上找到了什么？太阳眼镜永远不嫌多。等等，他刚刚是右转了吗？啊！我差点忘了，小腿做个调整应该无妨。啊！怎么到处都看不到他啊？他可能会认出这套衣服。还好我身上总是穿着很多套。嘿，再见了，牛仔裤。哦，在那边。我不客气了。反正这鞋子和我的衣服也不搭。贪婪，没什么比新靴子更赞的了。好，看起来不错。绑着围巾有点太热了，现在感觉舒爽多了，连照镜子都不需要。搞什么啊？啊，眼影，有免费的化妆品真好。而且颜色很适合我呢。这个刚好可以用，味道也不错的说。小心，小心哦！等等，你有看过这个女人吗？啊，讨厌了。真好吃哎！等等啊。你好吗？真的吗？我现在就看着照片呢。对啊，我马上去办。好啊。嘿，快告诉我怎么一回事吧！坏人偷了我的怪兽，我本来还拿在这边玩，坏人却从我的手中把它抢走了。他往那个方向去了。我说这个，这个方向对吧？没什么不对劲呢。怎么闻起来有饼干的味道啊？等等，不！啊，他们永远不会抓到我的，我一定会逮到你的。开什么玩笑？糟了，居然被那个家伙追上了！哦，糟了！走啊，走啊，快点跑啊！别漏气了！伙计，希望你喜欢手铐，走吧。好啊。很亮哎。我们可以聊一聊吗？这个东西你认得吗？我可从来没看过这东东哎。没有。你喜欢绿色吗？不行，你贿赂不了我的。那也是犯罪，你知道吗？哼。我吞。哇哦，有够恶的。现在怎么办？我知道了，你想做个朋友吗？不行，别闹了，得再撑大一点才行。你不想伤害我的。对啊。很痛哎。哇哦，真是好险。算了，他还真喜欢原本牌子上的东西。什么啦？原来他喜欢甜甜圈啊！我找到生机了。什么啊？我看看啊，你喜欢甜甜圈吗？刚出炉的，可以给你啊。我是说，如果你想要的话。
上面的糖浆又厚又浓，巧克力米也超多的。没错，就这样，拿去吧。实在是太美了，而且全都是我的，好甜，好多糖。我的机会来了，再见了。所以呢？犯人嘞？等等，什么？他在这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他刚刚在这的。糟糕！耶，打死他！没错，快要赢了。来吧！耶，打他！得分了。请问我可以进来吗？哦，是 Betty 啊，当然当然，进来吧。好啊，酷，谢谢。哪里不舒服啊？又被纸割伤了。哦，真是有趣。我有东西可以帮你的。哦不，我该怎么办？被纸割伤。好啊。等等。好，找到了。你可以把石头伸出来让我看看吗？还真不一样呢。让我写下来啊。啊哈，没错。现在还有一个测试，我可以开始了吗？等等，你这是在干嘛？这是什么鬼啊？开玩笑的啦，很难想象吧？绿色的鼻屎，又臭又恶的，超恶的。头上有任何地方会痒吗？应该没有啊，医生。头皮肯定有点干。哈？满脸都是头发？什么？该来听听心跳了。哦，很好。啊哈，啊哈，来听听拍子是不是正确？这样好吗？好啊，该来检查反射了。我敲我敲，有人在家吗？我早该料到的。哦不，我真的是不小心的。要不然这个会让你好一点吗？不会，不会。那如果用这个呢？哦，这个可能可以。好啊，让我把它拉开来。好一点了吗？那么我的手指呢？不好意思，那我看完了吗？好啊，那我的等等，键盘在这呢。好啊，可以了，打起精神，打起精神。好啊，我准备好了。耶、谁能把窗子擦干净？当然就是我。别笑Betty， 你没什么事吧？没事的。啊哈，快点清干净，宝贝。他现在又要干嘛？饿了。他又开始唱歌了。嘿、你可以小声一点吗？嘘。抱歉。他是看不到里面有人吗？又要表演吉他独唱啊？嘘。你有在听我说话吗？有啊，等一下啊。我的妈！嘿，你安静点，我在开会了。冰冰凉凉的耶。嗨，我的窗子应该够干净了。我要迟到了，他跑哪儿去了？好，真是的。终于 ，Betty， 是你吗？太太您好。这身打扮还真有趣。抱歉，我还是待会儿再嚼吧。有意思，不管了，进来吧。酷啊，谢谢你来啊，他在这边。
打个招呼吧，亲爱的。好啊，不准吃糖，不准看电视，记得九点要上床睡觉。好的，明白了。不准吃糖哦。啊哈。别担心啦，我可以的。那么好极了，我走了。你乖一点哦，小家伙。啊，还以为他永远不走了。那么我们来玩吧。你今晚就只要画画吗？鞋子很脏哎。那么你画了些什么？看起来很不错嘛。加上这些脚就更赞了。哇哦，我喜欢耶。这样它看起来比较邪恶。嘿嘿，酷啊。没错，它太可爱了，帮它改造一下吧。嘿嘿，好好笑哦。那么来个进阶版吧。不，只要稳住就好。糟糕，来吧，射出去，瞄准一点。不是，今晚是太好玩了，我每天晚上都要你来做保姆。别发出任何声音哦，瞄准我的目标，千万不要动哦，可以吗？耶，超厉害的。呵，真太好玩了 Betty， 来吃零食吧。你在吃的是什么鬼啊？交给我处理吧。哦，你想吃这个汉堡吗？热腾腾的哦。天哪，记得留肚子吃披萨哦。什么？干杯吧。很好吃对吧？好好吃哦。还有披萨，真难以置信。真是太经典了。你有化过妆吗？来吧，我有个主意了。哇哦，等一下啊，马上就好了。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你是在开玩笑吧？我终于看起来像一个青少年了。哦，我的老天爷，小姐们。哇哦，妈妈，我可爱的小女孩呢？你，我真是无言以对哎。星期二的班最无聊了，一整个死气沉沉的，都可以打包回家了。哈，请问可以安排一张桌子给我吗？啊，欢迎光临，你好。今天真的超辛苦的，麻烦给我，交给我吧。你看这个，很好吃哦。好吧，继续吧。现在你看仔细了。哦，这一片切得真不错。哦，糟糕，不好意思啊。哦，还真辣。哎呦，啊，不妙了。拜托，可以帮帮忙吗？就用这个吧，我根本什么也看不清楚。我的天哪！真是要命哎！不好意思啊，不管了，都不知道我坐在建水区呢。你等下吃了就知道了，真新鲜哎！不，没有人看到吧？应该安全了。剩下一点灰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。好了，这个借我一下下哦。啊，搞什么？相信我，你看金光闪闪的。好像有点过火了，你喜欢吗？赞呢。如果你喜欢那个，你会更喜欢这个的。好啊，还要再加点颜色。可以了，钱都拿去吧。既然这样，全都给你吧，宝贝。
现在要来点真的魔法，一起下去煮吧。哦，怎么搞成这样啊？哦不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哎，超恶的。小姐，这是专门为你做的佳肴，爱心制作哦。哦，谢了，这是我的荣幸呢。那么请慢用了，让我看看这里一定有什么。哦，这是什么啊？这个我想我可以做，找一下我的第一个外送地点在哪呢？我觉得是在这边。呀，我的鞋带掉了，不安全呢。哦，我的外送好像进行得很慢。哎，那边有什么啊？是新鲜的披萨。哎，赶快趁机换一下，用这个空盒子换披萨，太好了，有用呢。哦耶，好的，得赶快把披萨送了。好啊，让我看看，没错，地址就是这里。 Hello， 披萨外送到了，谢谢，慢用哦。嗯，一整天就等这一刻。哎，什么鬼啊？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有零钱给我吗？嗯，我是有些零钱啦。嘿，谢谢哦。要吃一块披萨吗？不了，谢谢。嗯，有简讯。什么鬼？被开除了？是在开玩笑吧？吼！赶快来把海报贴完，然后就等生意上门吧。Hello， 是的，请坐。嗨，可以帮我和这个男生在一起吗？嗯，是的，我可以帮你。让我看看我的水晶球，看看宇宙有什么讯息给我。是的，我懂了。精灵今天很大声。嗯，爆米花真好吃。你别动啊，听着，别乱动，我得用这个喷你才行。好了，不算太糟，对吧？无论如何，那张照片在哪里？让我开始下个咒语，应该可以了。他应该会开始喜欢你了。麻烦付钱呢？谢谢你。对，钱。太谢谢你了，我超兴奋的。太好了，轻而易举就赚到钱。哎，我希望你可以帮帮我。你应该看得到，我有很多青春痘。哦，可以，不过得先付钱。当然，这给你，希望这些钱够。好了，来给你做个药水吧。别忘了这些眼珠子。哇哦，好大的蛇，可怕。现在，这是最重要的材料，加一点到搅拌机中。然后开始搅拌吧。哦，看起来有点恶心。精灵啊，请赋予这药水你神秘的力量。好吧，能把痘痘医好就好。有点感觉，好像有用呢。真的假的？快照照镜子。哇，我脸上的痘痘全不见了，太谢谢你了。哦，那祝你一切顺利，慢走了。我超爱这个课的，超棒的啊！真讨厌，得找个新工作了。看看有什么不行呢？我想要来一个比教书更刺激的，来试试看这个。哦，消防员呢？女佣？我得要收拾孩子弄得乱呢、啊，这就算了。哦，太空人。我穿银色超好看的耶，但是我会想家，算了。哦，歌手哎，这肯定超赞的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谁丢的？说清楚，不然你们通通留校查看。够了，等等，怎么回事啊？新的一天，一样的工作，我们来看看今天是谁啊？啊，也太多了。就是他，但我怎么找到他呢？我得要像个罪犯一样的思考，该去哪儿呢？该怎么办？我上街找找好了。哦，警察，有个坏女人偷了我的巧克力，我得要检查线索。
真的吗？这样办案的？慢地，我就知道。超崩溃的了，他吃了我的饼干。我看看啊，他在附近呢。哎，我的饼干，嘿，这真的是超轻松的呢。逮到你了。谁关了灯啊？保持低调，多来点零食，再多来点。女士，你有麻烦了。啊，我错过他了。你一定要阻止那个疯子，真得多运动，超累的。啊？哦，我看起来真正哎，纯警察，总是坏人乐趣。但他们抓不到我嘞，或者我的帅气布莱恩。瞧那个可爱的脸庞，我们很快就会在一起了。我需要个计划。啊？那是糖果吗？我唯一爱超过布莱恩的东西。嗯，闻起来真香。你要去哪里呢？哇哦，追踪的刺激感真棒，你无处可逃了。这有点怪怪的耶，但是我搞不清楚啊。等不及吃你了，到手了，你是我的啦。你准备坐牢吧你，这阻止不了我的，你等着瞧吧。啊，随便了，这我听过了。结案。嗯，这汉堡蛮不错的，真爱早上的咖啡。嘿，我要搭车，这肯定是我当前最爱的香水。哇，搞什么？我们怎么会在这？什么？只有一分钱？拜托！嘿，保姆工作，我们对小孩很有一套，好喽。嗨，你肯定是新保姆，来吧，来吧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哦。他已经喂过，也浇过水了，拜拜。玩得开心哦，我想该来照顾宝宝啦。我是要来当盆栽的保姆吗？超多盆栽，我喜欢盆栽，没多少事情给我做事吧。点心时间。哦，你看来饿了，不知道赚钱可以这么简单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别哭哦。你看，我们可以一起做松饼，姜粉应该够了。好，现在加牛奶。哦，宝宝，普通牛奶就好。困难的时候到了，单手打蛋。看来我只好用头了。哦，不不不，宝宝，你到处都是蛋。别动，我得倒进碗里。就这样，好多了。确实是换指甲颜色的时候，这粉红好美。哦，你看来也可以上点色。你看看，我们一样咯。宝宝啊，你这里蛮不错的啊，只要继续打面糊，这肯定是烹饪最难的部分哦。哎呦，抱歉啊宝宝，我把它从脸上清掉一点。好，其实你何不在这里待一下呢？哦，这些话真是不错。不不不，我只要把这个滑进地板下面，你觉得他会发现吗？好了宝宝，看看精彩翻面啊。搞什么，把手直接掉下来。我把厨房弄得一团乱。宝宝你去哪了？这不是玩躲猫猫的好时机。宝宝你不在冰箱里吧？宝宝从你躲的地方出来，不能永远躲我的。等等，宝宝是你吗？我的天哪！等等，你在看什么电视？哦，绝对不行，这对你来说太恐怖了。别看那个，改成看我。那什么味道？别挡路，宝宝尿布紧急事件。等等，我干嘛跑圈圈？我得帮宝宝换。好，宝宝别慌，我们来换吧。
牛仔裤看起来不错，来喝一口我的咖啡。但我不可能付得起。我的天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看起来好糟。哦呦，肯定是咖啡，我得做点什么。哦哇，一个小宝宝怎么能那么臭？粘到我了，救命救命，下去下去，糟糕，这是我最大的噩梦，下去。哦，我觉得我要吐一辈子了，我脸上都是，我得把它弄掉。好好，对，这些窗帘可以。可恶，掉下来了。哦，现在我包起来了，终于。宝宝你笑什么笑啦，这没有一点好笑的。旁边怎么没有尿布啊？抱歉小熊，你是唯一方案了。宝宝别担心，咕咕嘎嘎。我办到了。好了宝宝，干净的新尿布，那肯定是你妈，真谢谢你，这是你的薪水，谢谢宝宝，拜拜。啊，你为什么穿着泰迪熊？把最后一片粘上去就行了，跟新的一样好，反正我这么觉得。也许没有人会注意或看太仔细。反正我喜欢。哦，电铃。哦，你回来了，别担心，盆栽都好。这是个好消息，你的薪水。我快没时间了，该试试新方法了。好了，所有化妆品和刷子都拿来了，现在摆个牌子，好了，快速化妆，这边可以化妆。嘿，小姐，过来这边看看，让我帮你化妆吧。你的嘴唇真漂亮，涂这个颜色效果肯定很棒。你确定吗？那个颜色很大胆呢。我肯定，而且我有个非常特别的技巧，你就乖乖的别动，来上色吧。一定要涂好涂满，快好了，来把这个撕掉。可以看了，看看我们的成果。哦，哇哦，你说的对，真的很漂亮呢。非常谢谢你哦，你的钱。谢谢，有小费吗？哦，好吧，给你。拜。这是什么？快速化妆5块钱。我的眉毛是有点乱。嗨，可以帮我画一下眉毛吗？当然可以。让我看看呢。好的，开始咯。先用这支笔画出眉形，最近正好流行粗眉毛。好了，5块钱。很好，有镜子吗？你是打烊了吗？什么鬼？我的钱！零食给你，慢用哦。啊，那边在干嘛？哦，他在卖爆米花和其他零食哎。嘿，他去休息了呢。有人在看吗？没有，换我赚点钱了。这个牌子藏起来，来买零食咯，新鲜爆米花。我要一个，给你。麻烦你，我也要一个。给你，谢谢光临。嘿，你是谁啊？那是我的钱。才不是，是我卖的。看招，我先走了。被他跑了。好的，你的鞋子擦好了。我最爱泡泡了，啪啪啪。哎呦，妈咪，我的泡泡机坏掉了。冷静点，亲爱的，没事的。嘿，看我有什么？你要玩这个 Poppy 的吗？不要，我只要吹泡泡。不要。我有办法了，让我把中间的泡泡挤出来，然后放入肥皂水里面，应该可以哦。泡泡时间到哦。泡泡泡泡，好漂亮哦。给你吧，你也可以用这个来吹泡泡。哦，你吹泡泡吹得真棒哎！
妈，你看，泡泡！哇哦，好厉害哦，亲爱的！谢谢你帮忙，这给你，我的泡泡机也给你，拜拜！真的假的？他给了我好多钱呢。好吧，来看看我总共存了多少。哦天哪，我没时间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赶时间。哦，香蕉，让我吃一口。让一让，独角兽们，看来我们今天有人要被捕了。哦，我来了，钱袋来了。那没事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还的钱，不过既然来了，要看看菜单吗？啊，不了不了，谢谢。我知道这会有东西能卖。哦，我说中了 ，Lexi！ 哇！我的天哪，你吓到我了，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啦！来，拿着，里面肯定有我们能卖的。好，来把毯子摊开，我们也需要枕头。好，你准备开卖了吗？对哦，看谁卖的最多。我东西肯定比较好，我会赚很大。好，全部就这样上板子。我觉得粉红字体衣裳很吸睛，这样他绝对赢不了我。每一件都是2元，我只要等就行了。得要完成我的牌子，2块钱肯定恰巧好。嘿，你在找酷玩意吗？大特价哦，书和玩具跟小装置。你好哦，我喜欢你的头发。嘿，你停下脚步看看这个酷玩意吧。嗯，你有什么？看看哦，垃圾，垃圾，垃圾。哦，你好，你的夹克很不错。哦，我的牛仔夹克吗？听着，我用20块跟你买。哦，当然成交，拿去吧，好穿哦。好诶，我一直在找这样子的。哇哦，20块，这有点冷。哈哈，卖掉夹克就是这下场。请看看我的东西吧。嗯，不知道诶。那这边这个娃娃呢？还是这个啊？我会喜欢那个。哦，我的外套，我有20块跟你买，现金哦。当然，拿去吧。谢谢惠顾。哈哈，现在你会跟我一样冷了。嘿，等一下，我有个点子。你跟我想的一样吗？来做吧，你看，我可以转吸管。现在是一副酷金框了。这个我爱，我要了。谢谢惠顾，慢走。有用哎，我也能卖时尚物件。我爱那件苹果上衣，我的钱都在这了。太棒了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我知道，骑车子肯定有效。不会吧，多酷的衬衫啊！好，我要了。下个呢？下个呢？宝可梦和链子。耶，皮卡丘皮包，至少是个伴，得全抓到对吧？拿去慢用。嗯，有什么我可以用上香蕉皮的呢？也许是帽子。我的天哪，居然完全有用！我蛮冷的，不过我东西几乎都卖了。我也是，不过看看这些钞票。嘿，你那边有什么？我的窗帘装。对，我用40块跟你买。来啦，你想要的真是好交易。嗯，好啦。哈哈，你光溜溜。不会吧，看看这个床垫测试员。我爱睡觉，这可能很棒。好，来看看你的文书。我也可以提供商务和个人推荐，这是我的，我很会睡哦。嗯，了解。好，我们两个都受雇了。哇哦，12小时。哼，我猜我们应该要睡这。等等，睡睡袋就可以拿50块。太好了，我加入。Yeah， 这是好睡袋，我分得出来。哇哦，他就爬进去呢。哦，你确定他知道这怎么用吗？我想也许。我不知道要怎么记录这个数据。是说呢，你何不去睡那张折叠床？哦，这看来可以。
450块。嗯，我最好试试。好，他通过羽毛测试，我做。哎，我准备睡个好觉又领钞票了。耶、yeah, 这不太差。啊哦、天哪！哦，我彻底卡住，而且还对折。这睡袋我就是睡不舒适。等一下，不会吧？我想要换做那个。耶、yeah. ！小心力哦，留位置给我。耶、yeah, ，这肯定比较是我的睡眠风格。嘿、hey, ，我怎么会到地上？啊？啊？什么？不，对，我不觉得这一款应该会这样。那数据没用，反正你们的薪水在此，一张给你，一张给你。剩下的给我，哈哈哈！我爱我的工作，嗯，至少是钱对吧？真美好的一天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水哪来的？哦不，救命啊！啊啊！只是个梦啊！哦，生意真差，我真希望有客人或者有事情可以做。哦，这真无聊，至少我有冰淇淋。哎，哦嗨，我可以帮你吗？冰淇淋或者甜筒，选一个吧。哦，我还好啊，谢谢。什么？你要去哪？哦，就差一点了。等等，我有了，该来工作了。我需要一个这个。然后做出甜筒。看起来真美，但是再来点满天星吧，超多的满天星，哇哦，我都要流口水了呢，都是我的喽。那我就把手机给放这儿喽。哎，各位，我手上什么都没有，哇哦，这哪里来的？看好了，当当，来拿你的魔法冰淇淋吧。哦，嗨，我在抖音看过你，我想要一个这个。拿，哇哦！啊，跑哪去了？你得要快一点呢、哦。把冰淇淋给他好不好？瞧，我拿到了 ，Daddy。终于啊，我付钱了啊。很爱玩啊，我也会，真棒。好啊、哦，我懂得这烦在哪儿了，我还挺享受的呢。来吧，小家伙，我们走吧。下一位，我。哇哦，超赞的耶！哎，已经早上了，睡得真饱，我可不能待在这边一整天呢，我可忙的呢，我还得去翻垃圾箱呢，哎，可不能让我裤子掉下来，不然可就尖界了，对吧？嘿嘿，哎，这里有什么呢？这个皮带还真华丽耶！哇哦，我真时尚！啊，是巴黎的最新时尚哦，宝贝，好了，拜。这什么味道啊？天哪！哦，是垃圾桶小姐传来的。你有问题吗？今天你真幸运，我们该来个大改造了。这有可能是我遇过最艰难的任务了。啊，宝贝啊，我们得要处理一下你这些衣服。他们怎么了吗？我是挺喜欢你这个大衣的。哎，别碰我，别碰我。首先呢，把你的帽子给丢了，我挺喜欢它的，跟我的造型很合啊。咦，怎样啊？啊？你看起来真忙。哎，这我垃圾啊。哦，这可以用一下。算了。我有个计划给你。你这有够疯的，女士。哦，这看起来肯定可爱，相信我。哇哦，我整个焕然一新了耶！我看起来怎么样啊？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哎。等等，有了，把这个给穿上。模特儿得要臭着一张脸才行。我还真幸运，这就是我的预设造型呢。该来摆个姿势了。哦，真时尚哎！他们爱我哎，还真闪耀，赞哎，太棒了，超美的。你们嘴真甜，我爱你们哈、啊！
哦，你真是个天生的模特儿呢！打给我啊，约个午餐哈。在接受一份工作之前，能先试试看吗？也许这个影片可以让你更了解今日的就业市场。和其他想开怀大笑的朋友分享这部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